国安局长陈明通表示，讲伫即度林地间的迄段时间有收企业的捐款400万，陈明通是委托这律师发声明，这是替台大啊，这社科院中国大陆研究中心所设的迄个研究计划向私人企业拨款，是无透过林地间。国安局长陈明通表示，伫个指导将新竹市长林地间论文迄卡刀收企业捐的400万。洪志宜两件代志有关联性，陈明通委托律师发声明，伊是替台大社科院中国大陆研究中心推动系列研究计划向私人企业募款，并无透过林地间募款，绝对无违法。不过，只是去立法院避询，也是正做媒体探问的焦点。我还是那一句老话了哈，陈局长不回答陈教授的问题。我据了解，陈教授已经委托律师。而且昨天律师也发了声明稿。陈明通无正面回应相关的争议，要全部交予律师。另外，针对着军上校向德温正做中国间谍，收56万，还佫穿军衫签署投降承诺书，去用以贪污罪起诉。陈明通表示，军人安尼做是真无妥当，毋过无爱评论这个案件。立委无认同陈明通的言论，佮问讲国安体系敢有去互渗透？投降承诺书敢是中国制成的文件？陈明通则改嘴讲，这等于是叛国罪。所谓的承诺书，到底是官方中国方面自恃的一种东西，还是那个人自己写的？坦白讲，这种东西等同叛国罪了。是啊，那问题出现了，法律上有没有不足的地方？他既然用贪污罪来判，但是现在的法律制度有没有漏洞？我想不足，如果没有办法判国罪，当然是不足啊。两岸局势严重，对待友好的美国共和党众议领袖麦卡锡，可能会成做新的联邦众议院议长。美国白宫强调讲，议长甲国会议员拢有权利出国访问，也包括台湾。立委关注外交部，敢会主动邀请新的议长拜访台湾？驻美代表处跟各个国会议员的这个办公室联系都非常的密切。那如果说我们接到这个邀访的这个出访的这个邀请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具体的来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小连续参加 G20 峰会跟 APEC， 洪解说做是要修补跟各国的关系。陈明通表示，美中关系在拜习会了后有转好的趋势，不过双方就台湾的问题拢有画红线。美方表态，未当动用武力威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